其實呢件事我知道咗之後咧，咁我就好快已經冇咗嬲呢個感覺，我係好平靜，同埋我係好快變成擔心，我係好擔心呢件事牽涉喺入邊嘅所有人，任何一個受到傷害，我都係唔希望嘅。咁可能我唯一可以係代表佢講少少嘢。咁其實其實我知佢都知道自己做錯咗。咁我知道佢啱啱出咗 IG 係佢自己講咗嘅嘢，咁佢亦都講咗啦。咁佢我只可以話其實佢仲係好年輕嘅，咁未來仲有好多路要去面對，要去行。咁我希望大家會俾啲空間佢。咁至於我咧，大家就唔需要擔心我，因為嚟緊咧，我都係會繼續好專心我嘅工作，我會繼續拍好我嘅戲，因為其實而家我仲係開緊工嘅。咁我唔希望影響到呢個戲嘅進度。咁至於其實安仔自己都講咗嘢啦。咁安仔講咗嘢，我亦都唔會發表任何嘅意見，因為我覺得呢個世界冇人有資格去發言嘅。咁除咗安仔嘅太太之外，其實大家都係冇資格去發言嘅。所以我希望呢件事盡快可以平息咗佢，就算啦。